as never before. Indeed, China has increased. 中华文化信奉，达己达人，天下为公。讲求一利待人，合作共赢，反对恃强凌弱为我独尊。今天，中国利益、命运和世界的利益命运休戚相关。中国希望在毛球本国发展同时，携手各国共同发展，与国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Because its emperors chose to shut its door to the world. 70年的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更不是别人恩赐的，而是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、智慧和勇气改革和创新奋斗出来的。只有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。 中国人民众志成城，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。